大家好 ，Mabel 话你知，今日教大家做一个川贝陈皮止咳膏。呢个方咧就比较好好用嘅。如果边啲人咧就攞嚟养住嗰个喉咙啊，咳啊，成日中意干咳啊，或者喉咙咧唔舒服啊，气管炎啊嗰啲咧都比较啱饮呢个川贝陈皮膏嘅。咁今日咧就嚟介紹緊呢個我哋主要嘅陳皮啦。咁呢個陳皮就放咗有15年嘅，15年咧就係叫陳皮。如果佢係時間太短咧，就叫桔皮。放得耐咗咧，就叫做陳皮。用嘅時候咧，記得呢個囊係去咗佢。呢啲已經好香，一打開咧就聞到好撲鼻嘅香味嘅咧。呢啲陳皮就比較靚嘅，而家近呢10多年啲陳皮咧係可以去到無價嘅。如果你放得靚，同埋咧時間夠耐咧，佢係越嚟越升值嘅。陳皮嘅作用主要就係幫啲人咧化氣健脾，好多時候煲湯啊、沖水啊都比較適合用，同埋佢又會和胃啊，即係胃脹啊。胃唔係咁好嗰啲人咧，多啲食下啲陳皮，去濕又需要佢。呢度另外一個咧，主要嘢咧就係我哋今日教嘅野生川貝啦。呢個川貝咧就係貝母之中最靚嘅一個等級。靚嘅川貝，佢係每一粒都懷中抱月。呢啲叫做懷中抱月，一粒大嘅包住一粒細嘅。並且佢嗰粒細嘅咧，好易攞翻出嚟嘅咧，就係正嘅野生川貝。呢啲咧平喘啊、鎮咳啊、潤肺啊，都係比較常用嘅。如果佢嘅貝母對下一種咧，就叫節貝。嗰種節貝咧就係消炎嘅作用。大家養生咧就主要係食呢個川貝，又叫做松貝。今天用的材料陳皮，我們的份量就用這個陳皮是6個，怎麼為止一個？一個陳皮呢，它就是桔來的，它分開3點的，3點的為止一個，那就完整的一個。如果你是找不到成個的呢，你就可以計算一片一片地數3片就為止一個。這裡呢6個就大約是1兩，如果你整少啲，咁你咪因翻少啲佢咯。呢度系整1份嘅，6個陳皮。呢度系川貝，系用咗1兩。咁啊個檸檬就用10個，冰糖就用1盒。繼續講緊呢個陳皮。咁呢個陳皮咧，我哋平時賣嘅時候就會放喺啲樽嗰度咧，就會觀賞個角度靚啲。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有誤區啊，放陳皮梗係攞個玻璃樽放啊比較好啦。其實咧，我哋去到新會呢啲咁嘅公司，佢哋介紹我哋咧，就係陳皮最好嘅保管咧，反而係適合放喺呢啲咁嘅鐵罐度，因為鐵罐咧同其他的容器是不一樣的，膠的呢，如果你放的時候呢，它會一樣是入到空氣進去，還有膠袋呢都會入到空氣，但是鐵罐它有一個特色呢，就是會有鏽呢，它會器材呢就會令到所有空氣都入不到去，它達到那個比較密封的狀態。如果拿你們吃過的餅乾罐呢，是肯定最好的了，它放陳皮呢佢特別香嘅，特別靚。咁陳皮每一年咧，唔好長期就係冚住佢，佢久唔久咧，一年攞1、2次出嚟咧，通下風，吹下佢乾爽啲，然後再擺翻落去咧。咁你放幾十年之後，呢個陳皮就係無價嘅。咁呢啲陳皮咧就係一個自己曬嘅，就未夠年份啊，比較新，但係已經係一個好靚嘅陳皮。咁呢啲去到已經15年了，這些就會是比較開始香了，
如果有些老人家收藏到那些50年那些已經是很漂亮的。啊，這裡呢我們用的黃冰糖一盒它呢就有400克，這裡呢用的這個是澳洲的檸檬10隻，這裡呢就是3磅。現在呢就先開始將這些陳皮處理一下去，還有我們將檸檬處理一下去。現在陳皮呢就先拿個熱水去浸它，那這個時間呢就不用固定的，只要陳皮會軟身就可以了，因為現在放得久它是硬的脆的。那我們拿點熱水，水沒什麼要求的，只要是熱的就可以。檸檬拿清水清洗一下它，這個檸檬處理呢就是要將它那些種植的時候或者農藥啊，或者那些表皮的其他東西呢，我們就放在水果搞一個閉門呢，那我們就用普通食用的生粉，那去洗水果呢是可以將很多化學的物體呢它會很快清除出來的。通常呢這個生粉呢是放進去呢就是加點多水，然後呢就將它放2-3分鐘就可以了，它就清理那個化學物品是最快脆的。現在檸檬是已經洗浸泡好了，現在要洗了它，徹底洗乾淨這些生粉水，其實很衞生的，這些生粉水本身都可以食用的，所以不用洗生粉，反而洗化學農藥之類的東西很好，很健康。跟住咧就將啲檸檬一個個攞啲乾淨嘅吸水紙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定要全部水分吸乾淨佢，或者你放喺自然風嘅地方吹乾爽佢。喺乾淨嘅檸檬攞啲吸水紙將佢嘅水分吸走。現在呢個陳皮浸咗10分鐘，可以啦，已經攞個筷子夾下去，咁佢會軟身啦。咁就已經可以刮囊啦，唔好浸太耐，然後攞凍水沖一沖佢。嗱，呢個陳皮咧，去刮呢個囊咧係有用嘅，因為咧落埋呢個囊咧。會比較濕氣重一點，那我們就拿個不鏽鋼匙羹來刮，不用拿刀，刀不夠好用，輕輕手順著它這樣刮乾淨它。辛苦一點弄一次陳皮膏呢，對整個秋天呢對個喉嚨啊、肺部啊、氣管啊很好的，特別鎮咳啊，很多人經常喜歡咳乾咳燥咳那些好用，如果寒咳就不一定適用，但是可以試一下。很容易弄了一個陳皮，這些囊呢處理了它不要了。陳皮刮好囊之後呢就拿吸水紙索一索水去，這時候就拿鉸剪，鉸剪剪幼佢，鉸剪好好用刀啊，好用啲。咁你中意用刀都得嘅，剪幼佢。因為呢啲燉好之後咧，咁我會攞攪拌機再打碎佢嘅，所以咧就冇乜特別要求。咁有啲人中意留翻嚟好睇啊，咁沖泡嘅時候仲有嘢睇到咧，就可以剪幼啲，慢慢整呢個好心機啲整。這個釘的位置就不要了，陳皮就整好了，現在它是沒有水分的，放在一邊。現在開始切檸檬，檸檬呢我們這個頭尾是不要的，這些裡面所有都有用的，因為這個整這個膏呢，這個檸檬皮是很有用的，所以是大部分都要回。現在切檸檬呢就是
要咁樣先切片。如果你要保留佢成個用嘅咧，就切薄啲佢。如果我要打嘅咧，我要打碎佢嘅咧，我就可以隨便切。喺呢啲位置咧，小心啲。切到底下呢度就唔好咁樣切啦，危險啊！就咁。嗱，切完片之後咧，再整咧，我就覺得呢個檸檬汁咧會流咗喺呢個砧板啊。咁而家決定咧就用鉸剪，咁喺呢度剪好啲，因為呢啲汁唔好浪費佢。好容易啊！呢啲鉸剪，我哋比較喺北美中意用呢啲好力啲嘅鉸剪嚟剪嘢。咁個手要洗乾淨嚇。將呢啲核攞走佢，咁啲檸檬汁就唔使浪費咗佢。嗱，用鉸剪剪咧有個好處，就係呢啲汁啊，唔會嗱幾多汁流咗出嚟，可以保留翻。咁同埋呢咁樣剪，呢啲核就攞咗出嚟。最緊要咧，如果見到檸檬有呢啲位置咧，我哋可以用鉸剪剪咗佢。如果你唔整乾淨咧，我覺得呢啲自己食咧冇咁好啊。保持要所有嘢都是靚的，咁可以啦，咁樣幾簡單。而家睇下整好嘅檸檬十隻幾靚，全部處理乾淨。咁呢啲核咧就唔要啦，同埋呢啲心啊、啲頂呢啲位置唔要。買檸檬咧就預多咗一隻，因為預多一隻咧就睇下佢有爛嘅就唔好要，呢個唔新鮮啊。不新鮮，我哋就攞咗出嚟，咁啊好彩有後備嘅一個，咁啊呢度係還係十隻。嗱，而家整好呢度。嗱，而家呢個川貝咧就攞清水浸佢五分鐘，因為驚有時有啲買到川貝咧係有硫磺嘅，咁所以我哋咧要浸一浸佢。浸咗五分鐘嘅川貝，清洗乾淨佢。然後攞個格西等佢乾水。嗱，呢個川貝咧，而家乾乾水，咁我就如果你攞嚟打粉咧，你咧就絕對等佢乾咗水之後放嚟呢個打呢個攪拌機度打碎佢先至整。咁我依家咧就先燉好再打嘅，所以我而家係成粒放落去燉。而家將多餘嘅水飲一飲佢，而家就可以準備燉。川貝洗乾淨。嗱，而家將所有嘢放落個燉盅度，開始擺咗佢就燉啦。咁我哋先放呢個檸檬，放檸檬在底，好多檸檬汁啊！所以頭先我係用剪啊，你睇幾多檸檬汁，唔好浪費啊！鋪一陣檸檬喺底，然後。擺啲糖落去，呢個糖呢個要燉十二個小時啊，所以啲糖唔使特登抌碎佢，然後再擺啲檸檬落去，咁而家我哋就放啲陳皮啊，呢個陳皮放多啲。然後擺啲川貝落去，呢個汁唔好浪費啊，放翻落去。嗱，呢個指甲膏咧就放喺呢個燉盅嗰度，就撳到最大嘅時間。我哋一共燉要十二個小時。咁而家先撳咗六個小時，嗱落咗充足嘅水，咁到時撳完到六個小時之後，又要落翻啲滾水落去，唔好落凍水落去燉，唔好俾佢温度又降落嚟，依家將佢擺落去。嗱，呢個川貝陳皮膏，每年秋天開始咧就可以整一次啊。平時都可以飲用的，只是秋天呢啲人比較乾燥啲，就更加好啲。
而家呢個川貝陳皮糕就燉咗有一共12小時，打開佢睇下，好靚啊！十隻檸檬出嚟嘅水燉出嚟好靚。嗱，而家燉好12小時嘅呢個川貝陳皮檸檬紫咳糕，咁而家等佢攤凍少少。我咧就整嘅方法就中意將呢啲全部材料打爛佢，打爛佢之後變成係糕狀，咁用嘅時候咧擺冰箱就攞出嚟沖水，沖嗰個和暖水，好靚，好香啊！依家聞到個撲鼻嘅嗰個陳皮同嗰個川貝檸檬嘅味好濃好香。嗱，而家燉好嘅呢個紫咳糕咧就攤凍咗，咁而家我哋擺凍咗之後咧，你可以就咁樣攞個樽裝起佢又得。如果想全部利用得曬又食得翻咧，我就中意俾佢打爛佢，打爛咗成咗糕狀咧，再裝落啲樽度。嗱，攞屋企嘅攪拌機，咁如果少嘅攞個細啲嘅攪。如果我呢度整10隻檸檬，就都幾多嘅，咁我就攞個大嘅。咁分多幾次打，好易打嘅。加啲水落去。咁樣打爛佢咧，呢啲陳皮同呢啲川貝啊，同埋個檸檬咧，全部都食得翻。嗱，我哋而家沖一杯嚟飲。咁呢個紫咳糕咧就比較可以咧，隨你搭多啲少啲都得，但係咧建議就早午晚都可以沖一次飲。咁咪放一羹落去，落水咧就冇要求，凍水、熱水、温水都比較可以。嗱，沖呢個紫咳糕，儘量咧就唔好沖得太稀啊！啊，咁樣濃濃地咧就細細啖咁樣攞嚟潤住個喉嚨咧，個效果比較快見用啲嘅。另外一個方法食用咧，就係我哋咧。可以早午晚直接滗一羹落個口度含住食啊，咁樣唔使好多就係滗落個口含住食，咁樣又係將嗰啲咽喉炎啊，同埋痰多啊，喉嚨癢啊嗰啲都好見效嘅。嗱，如果夏天有時整好呢個紫咳糕啊，又叫潤喉糕啦，咁啊可以用凍水咧沖好之後放喺冰櫃嗰度啊。得閒就帶出外飲下咧，係一個幾唔錯嘅飲料啊！希望大家中意啦～